我每次看见他，都觉得很烦躁。那还不喜欢？我只是个听众，而且我也不怕跟你谈判。我居然有点羡慕这个莫剑锋。茉莉，我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还第一次见你，像是一个，像是什么？恋爱中的女人，有那么好笑吗？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用那些小女生的招数，我想今天你，这是你自己没有发觉吧？你终于逮着一个机会嘲笑我幼稚了，是吗？该上车吧，外边冷，暖气我都给你打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干上副业了，穆总？怕上活了？第一天，怎么着？你要不要做我第一个客人呀？我没有车。哎，告诉你啊，你酒后驾车违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什么你啊？你不要命了，茉莉还要命呢。我们打车，上哪打车？这么冷的天，你想冻死他呀？茉莉啊，上车吧。OK。小心。谢谢啊。师傅，走啊。什么师傅？你还真把我当作是出租车司机了？不然呢？什么毛病？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呢？管着吗？唱这首歌吗？你唱给我听。好啊。
唱了，唱那么难听，该让司机开车。哥。Once more, you open the door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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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到了，这就到了。郭师傅，不用找了，我送你上去。郭大伟。还是我送你吧，我放心你。哎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送茉莉的。我就是不放心，怎么了？我会照顾好她的。就因为你照顾她，我才不放心呢。你凭什么不放心？我凭我是她战友啊！我还是她邻居呢，她邻居多呢，这几栋楼都是她邻居，都可以送来。别吵了，战友，我们就踏踏实实做战友。我的楼门永远不会向你打开。哎，天太冷了，来，茉莉。你先等。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看看，你是刚来还是待了一晚上啊？刚来。听你的，西式的，你最爱吃。吃过了。你来就是为了给我送早餐啊？是啊。这不是上班正好路过这儿吗？我一看时间还早，我就说先过来看看。我送你上班吧。不用，我打车。哎，别，上都上来了，别麻烦了，我送你吧。啊，放这。那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待了一晚上？没有。好吧。我承认，行吗？我确实待了一晚上，在车上睡得挺舒服的，真的。那你就继续舒服的睡。嗯。啊，你就看在我这个老司机怕火怕了一晚的份上，就别生气了，行吗？你不让我送你进家门，我送你上班总可以吧？送我你是送不了的。
以交罚款去吧。车已经被锁上了。啊？哎，哎，你昨天说你的楼门永远不会为我打开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你说呢？谁让你给我锁？谁让你给我锁的？行了，这酒也喝了，菜也吃了，有什么想要问的就问吧。我有什么想问的呀？这就奇怪了，你不想问什么，平白无故你请我到这儿又吃又喝的。你不就是昨晚从我这儿问的茉莉的事儿吗？问他干什么呀？行，那我问问你，你跟茉莉，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战友啊。战友。建峰，你这叫自欺欺人。你和茉莉，你们俩这么多年，你们的事儿别人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有什么话你还不能跟我说呀？他最近好吗？哎，这就对了。他过得不怎么好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就一个人，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。你对他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不是我不想说，是我真的说不清楚。本来吧，我真的是已经放下了，心里边想着，这么多年还能见着面，还能做朋友，就已经挺好的了。可是没想到这事儿一桩接着一桩，就跟命似的，生把我们两个人往一块推着走。这走着走着呢，就觉得不对了。现在呢，你说朋友也不是朋友，战友呢，又比战友多了那么一点儿，反正挺别扭。多了点什么？惦记呗。除了惦记，就没点别的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别的？想念啊！你跟我玩一文字游戏是吧？惦记他不就是想念吗？我不跟你扯这个啊。那这些话你告诉过他吗？我自己都还没想明白的事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你不说他怎么知道啊？就算他心里明白，那得你先说出来啊。哎呀，你不说他也不问，你们俩这一来一往的，你们俩猜谜呢？我不知道，不过他倒是跟我说过，他的大门永远不会向我打开，意思不就是让我趁早死了这条心吗？哎呦，穆剑锋，你现在真的是可以去当一个木头脸的脸。女人对你说这个话，不是说她的大门真的就已经封死了，而是要告诉你，你要用你的真心去打开这扇门，你明白吗？战友，我们就踏踏实实做战友，我的楼门永远不会向你打开。是这个意思？你们俩之前什么样，我清楚吧？就算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也总该知道吧。这段时间他对你怎么样？是你们之前一直是有婚姻来作为一个界限，你们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，这我知道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和小赵分开了，
他和郭东海也分开了。你们都清楚，这条界限不存在了。上天对你们不薄，又给了你们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想再继续蹉跎下去啊？你们已经错过了许多年，还想再继续错过吗？机会老天已经给你了，剩下的你得去做，你得去做。你干嘛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送你的。啊！有点沉啊。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情人节，女孩子面前要是没束花，那该多没面子。你挺仗义啊，你是来给我撑面子的。那我要是没女孩子可约，那我也多没面子呀。我是给你撑面子的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本来要去图书馆查点资料。反正你也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不然咱俩一块过啊？节，过节。啊，你嫌弃我？没有，不嫌弃。那走吧。啊。你想吃什么呀？你要不点，我就自己点了啊。要不然我们来个情人节套餐？随便。就这个。好，先生，请您稍等。在等你说话。那我说了你可不许急啊，好歹今天是情人节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说了你可不许觉得我轻率。多年前，我喜欢你，可是我没有福气娶你，结果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又遇见了你。本来已经不敢再想了，可是我又觉得，我要是不想的话，可能就又错过去了。再错过，可能就是一辈子了。所以，我能追你吗？
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。那你就是答应了。答应了。要不要追我是你的事儿，追我追得上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老天爷让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，又让我重新找到了你。我也重新找到了我自己，我不想再错下去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追你的过程有多长，你定。来巡逻啊！最近不是老说丢东西吗？所以下来看看。坐轮椅那个人又来了呀！咱们这是商场，开门做生意的，欢迎顾客光临，更要欢迎残疾顾客光临，对吗？对。再说，人家每次来买的东西也挺多的，这东西也没少花钱呀，是吧？是，可是他每次总是贼眉鼠眼的盯着你。行了，哪是盯着我呀？我看他盯着你吧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有什么好盯的？倒是你一个小姑娘，害得人家残疾人一趟一趟往超市跑，挺能祸害人呐。得了吧，赵姐，你走哪儿他跟到哪儿。但你怎么不理人家呀？行了，你忙吧，我回保卫科了。去，拜拜。嗯。什么时候变得主动抢酒喝？少废话，来。最近跟茉莉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慢慢来呗。还慢慢来？人家可都要走了。啊？往哪走啊？他要带着医疗队去宾夕法尼亚交流一年半，他没告诉你吗？没说呀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什么时候走？这个项目啊，已经启动很长时间了，也是最近才定下的日子，好像是月底就走。月底就走？啊！你慢慢吃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。哎，菜还没上呢。你是不是要走啊？吓我一跳！你，你要去那么长时间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我去哪儿要跟你商量？我说错了吗？行，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又吃亏。顾主任，我帮你拿。啊，谢谢。不用。
哎，怎么了呀？开门。不行啊，这么回事？哎，谁呀？谁呀你？走，干嘛？你松手！我不松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走？哎、你们都闭嘴！我说了，我心里边有你了，你心里可以暂时没有我，但是你不能走。在这给我站着。行李箱，行李箱，快快快！行李箱呢？走，关门走啊！走走走，莫打发他不走了。走，你戳我干嘛？一走走一年半的，我不许你走。是他们去一年半，我就是带队把他们送过去，安顿好了我就回来了。是这样啊。啊。那你回来的时候我去接你好不好？好。那我现在可以上车了吗？嗯，行。谢谢穆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等你电话。哈哈，这么快就出来了，那爸爸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怎么着，不是给你的，能是给谁的呀？谢谢爸爸。看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就是有一个冯伯伯给我买的。冯伯伯？哪个冯伯伯？就是坐轮椅的那个冯伯伯。他每次来家都给我带好多好多玩具。他去过家里啊？嗯，我也去过他家，他家好大好漂亮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么大的家，就他一个人住。走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厂子里边最近效益好，赚了点钱。你赚钱是你的事儿，拿我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咱们连着小易，就永远是一家人，我的就是你们的，更别说我还亏欠你们母子的，这是应该的。咱们已经离婚了，没什么关系了。再说，要是真想还。这点是不是太少了？一笔一笔还呗。那得还到什么时候啊？孩子叫我一天爸，我就得还一天。横竖就是我欠他的。你欠他的不是钱，是时间。厂子要是真宽裕了，你就多抽点时间去陪陪他。孩子现在小，还需要你陪。回头等他长大了，
你想赔他都不让你赔了。小易说，冯总给他买了不少玩具，我看他也是挺疼小易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觉得他对你、对小易，都还挺照顾的，有这么个人照料着，也挺好。穆剑锋，你该不会觉得我跟冯焕有什么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以前我们是上下级，现在我们是朋友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说说又急了，我就随便那么一说。有些话是那么可以随便就说的吗？我找小易玩去了。玩会儿行了，该写作业了。看我干嘛？我看你变样了没啊？我就出去两个礼拜，能变什么样啊？才两个礼拜吗？我怎么觉得像过了两年呢？好好开车啊！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平啊？这个是给你的。这是给朋友的，还是给男朋友的？不要算了。我又没说我不要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冤家呀！我最大的冤家就是你。再这么说，我走了。